我要坐靠窗。上车。我连上楼梯都觉得累。我觉得突尼斯的人长得好好看，真的好好看。男的长得很帅，女的长得很美。哎，你们没发现吗？他们的发色是黑色，纯黑色，超好看。说的好像你不是一样，没有，就是那种很有质感的黑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不染发，应该也可以。他们那是黑的很高级，对，黑的很高级，特别高级，高级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快跑吧！他们想把我们卖到非洲挖矿。处心积虑搞个大团综骗我们呢。杨超越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已经像炕边的娃儿了，你炕边的娃儿了。你看你那个脸红的跟个什么样的，这两坨。请记住你们刚出发时的美样好吗？我是来这里走 fashion show 的。老师，请把亚米的脸照清楚。希望你回去的时候也能 fashion 起来。我想听 Remember。 好，我们两个原来这么丑。我并不想，因为我不喜欢这里。我喜欢中国，我爱中国，请你放我回去。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开。我想要回家了。把护照丢了。我把护照丢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？是吗？你是在看我吗？嗯，把护照丢了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沙漠里不需要护照啊，你不需要护照啊。快跑吧，他们想把我们卖到非洲挖矿。处心积虑搞个大团综骗我们呢。没有开箱。哎，我先来。我主打的主题是养生，养生，所以我带了很多养生的东西，比如说红枣啊，平时可以补血什么的。然后我每一天都会督促大家每天喝枸杞水，这一袋也是养生的，就是这个都是一些药材。对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到时候我可以在那个就是对，丛林或者是沙漠里，我可以给大家煲汤什么的。那你每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帮我们煮吧，会帮你们煮，因为我们会带很多泡面，就是有些东西吃了没营养，太上火了。对，但是一定要下火什么的。下火了吧？曾经给我一个盒子，这个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吃。我跟你说，我做的面很好吃。我觉得很多事情在沙漠真的干不了，然后也没有锅没有碗，不知道它能不能烧东西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，而且我都想想，就是那什么东西啊，你还寄过来的太阳能烧烤架，就是它在阳光下就可以直接烧烤，不用生的。真的包装的鸡胸肉、烟熏肉，还有调料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烧烤的签子。
要持一个那塑料碗，就是折叠碗，就是压缩的。哎，这怎么折叠的？等一下，还有，不要着急。而且我就想想，就是要补充身体的盐分，就缺水的状态下要吃什么这些。哇，火腿，这个金华火腿。其实我们可以开一个店了。我为了吃的，我想破脑子。哎，你的想法特别好哎。我想让大家再体验一样东西。啥呀？哇，锡纸吗？这是？这不是锡纸，这不是烧烤的，是急救毯。让我披上我的袈裟。哇。如果各位施主，如果你们在外面的觉得特别特别冷的时候，这一个就是你们需要的东西。哦。现在有些觉得冷的可以上来体验一下。我。你们可以裹在一起都可以。裹紧我俩的小被子。我感觉你们俩像巧克力。哇，好热呀！真的，我来试一下，我想试一下。对，还得这样子，我真的很需要。你多买几个。我想摸一下，有，肯定会有，因为它你们两个人现在产生的热量，它正在来回反射，所以会慢慢的上升。细脂包紫宁附近。然后呢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，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前提下，它的承重能力也很强，所以比较重一点的可以来再试一下。三妮。那桑尼可以坐在上面试一下，你的手臂力量 OK 吗？ OK。OK。好像那种，哎，沙漠到处片，沙漠到处片。天哪，还给你当秋千呢！我仿佛看到桑尼30年以后。